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哇，欢迎两位我们的 TFBOYS， 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两位先跟大家问声好，跟小凯问声好。来，王源先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千玺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千玺。欢迎两位好朋友好哥们儿啊，今天来为我们的小凯生日来祝贺。而且今天刚刚我们看的视频啊，非常的用心，专门去做了一个蛋糕。你这个猪哥不是给我对吧？是不是猪哥666？没有，因为我只会做这个，因为简单啊，一个圆然后加个眼睛。我以为你是给胖虎的呢。小凯来评价一下。小凯，你看到这个实物感觉怎么样？跟刚刚我觉得实物还挺好看的啊，真的蛮好看的啊、哦。这个，而且还有，一个是猪哥，千玺这个是什么？我这是个海报。你确定？就这个头没有抬起来，哎呦，啊，头应该是抬起来的。OK， 然后还有小凯小时候的照片，这个也可以吃吗？可以可以可以的，这是巧克力片。这个相片是纸啊，可以吃的，糯米纸可以吃的。哦，然后整个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启航的风格也是完全一致的，特别棒啊！我们来先拍个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三位三小只同框合个影，来，来，我们一起记录一下今天这个很开心的时刻。好，安静，下面我们请小凯来许愿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请小凯许愿。好了，哇，三二一，生日快乐！我们一起来，全场一起喊三二一，王俊凯生日快乐啊！三二一，王俊凯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， 17岁的王俊凯。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成绩，谢谢。哇，金纸飞飞，非常诚实，金光灿灿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听听看两位好兄弟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的队长王俊凯的。来，先来，我就祝王俊凯队长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每天都像今朝。笑我死是吗？没有没有、啊、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每天都像过生日一样开心，然后每天都幸福快乐的。啊，谢谢谢谢小袁的祝福。来，千玺，希望小凯能够长很高，然后学习，然后唱歌跳舞都不落下、啊、然后能每天都开心的，就是把自己心里的话能说出来。好，嗯，就是这样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小凯有什么样的祝福，你自己对自己来许个心愿吧，16岁的心愿，刚刚说想去游乐园。对，17岁希望能够开开心心、嗯、然后那个跟大家一起还是这样快乐的成长。对，一起跟大家快乐的成长，一起起航，一起起航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送给我们17岁的王俊凯。好了，这个蛋糕我们一会儿就在后台一起来跟大家分享，跟今天的 dancer 工作人员一起来分享。要不要切一下？好，来，哦对，要切一下的，一定要。好，帅的嘞，注意安全啊，小心一点。嗯，好，好，小心小心。哎，两位手小心，都小心小心。好了，好了，好好好，安全安全。好了，切一刀就意思一下哈，来，小心小心。好，一起起航，哎，小心小心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意思意思就行了，对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顺利起航，开启我们17岁王俊凯更加灿烂的道路。谢谢谢谢两位，谢谢好兄弟，今天来加油支持我们的王俊凯。所以听说你们要把小凯带去换衣服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带他去换衣服的。还有什么话要当面跟小凯说的吗？换衣服快一点。好了，那就请两位护送我们小凯一起，好不好？我们下去请小凯准备下一个造型。